这就是爱河嘞！哦，你看看这么漂亮，哎，现在真的都闻不到味道嘞！来，大家看一下那个地方有没有？哦，都非常非常的干净啊！哦，旁边也很悠闲。我们今天是要来看那个摩天轮啊！哎呀，抓了，我看到了啦，摩天轮在那里啦！快点，不要拍照了啦！来，阿兰，我给你看那个摩天轮，哦，你有没有看到？哦，这个现场看好大一座！哎，等一下，那个抽箱怎么晃成这个样子啊？妈，你在干嘛？不要吵！怎样？你看那节抽箱晃成那样子，那个情侣在里面不知道干嘛。阿兰，我再给你看了，哎呦，我好害羞哦。你重点是你没有录啊，你要转过去，按这个转过去才会拍到他们。哎，大家看，这是我女儿阿转。你好。阿兰。这个就是我跟你讲，我女儿做网红啊，啊，就是在拍 YouTube， 有无？嗯，阿姨有没有订阅我？嘿，订阅，按赞啊，还有那个开启小铃铛哦，对，开启小铃铛。啊，你叫不是也是单身吗？啊，我这个也是的，我这个吼还不用做工作，你看日常带我出来玩呢。我妹妹阿转啊，她说吼，她订了2个月才约到哦吼。来，大家看一下啊，听说老板从德国回来，你看哦，装潢好，那服务生也很帅嘞。哦啊，但是吼，那菜单肉肉等我拢看无啦，什么巧虎，什么什么肉排啊，啊，个贵三三啊吼。阿转就是没有赚什么钱，还要请我来吃这种高级。好像你这样讲话的啦，阿林妹来帮你上菜哦。好，那放下。来了！哇塞，大家看看这个肉排，哦，就大的。哎，我哪是假肥料，我可以对出来。我先吃。哦，好。好啊，我就跟阿转说啊，说你那个好不用。我就跟阿转。干嘛？美玲，你真的要嫁给他吗？啊，太水了，这么黑，打扰一下，你这个好不好？你们坐那坐好不好？哎，你怎么哭啊？你是不欺负人家啊？哎，这个一碗很好嘞，这个求婚嘛，是哦。那继续。好不好？我们经历了各种风风雨雨。今天是我们在一起的第10年周年日，在今天2020年6月20号。要死我！怎么样啊？给你找我？对呀、啊，我下菜呢。每次都觉得我这样很丢脸，那样很丢脸。啊，我就是真的嘛，就真的不记得了，你那边做什么都不对你啊。另外三位，你放我一票吧。然后呢？我要看呢，我真的要看呢，我给你看呢。赞数这么多，流量快要比你高了呢。我也要当网红啊！哦，我看一下留言好不好？啊，留言不用看了，哎，都不行了，我跟你们说，有人已经待在厕所里面1个小时都不出门。妈，你在干嘛？咬舌自尽。咬舌自尽是什么鬼啊？妈，你赶快出来！你再不出来，沙拉我要丢了哦。
啦，慢慢吃啦，笑一个啦，好啊，笑一个啦，你喷出来了啦，哎呦，那就戴牙套啊，赶快吃一吃，我们要出门了，快点。我们还有行程，我们今天行程一路到晚上九点呢、欸。我好累，不要装死走啦！我精心安排的，我们等一下去莲池潭，然后再来去美丽岛、哦，然后晚上去飞凤夜市，哦、还有夜景、哦。不行，我不要，我已经走路走一整天了，我一个沙拉都吃不完，我还要吃饭，我累死了，我怎么这么累啊？我好累，你不要逼我。我难得带你来高雄。闷啊！有下巴，有什么都有。什么啦？我一直在看呢。